十五块，啥里头领着，手不紧张，有钱。我想拍点看不懂的，就他妈不赚钱的。他特别想成为什么样的人？司令定制。哦，我在北京刚看现场，这是第四季吧，应该。哥，你嗓子怎么了？就是啊。哎呀，这两天不是去北京了吗？想象空气真是没想象中好呀。哎，这空气质量真是。你喝点水。雾霾太大。嘟嘟还是比较贴心的。这卡片干嘛的呀，哥？卡片吗？大家来这里这么长时间了，我呢工作一直很忙，也一直没时间照顾大家。啊，所以呢，我看大家还是比较有梦想的，我还是很欣慰。我想呢，大家把自己的愿望写在卡片上，然后咱们就像北京的私人定制一样，实现你们的愿望，也算是我给大家一份礼物。真的，下一个你太好了，没关系，彩票中1000万吗？1000万，好吧。如果中国足球能进世界杯的话。你这个太过分。那我能写李敏镐向我求婚了。那个欧巴呀，都叫这都可以。但是人家要不要你，那就看你的造诣了啊。当真了。你别把我哥当成哆啦 A 梦了，能不能现实一点？对呀、啊、哥。嗯，新买的车我能不能开两天？父亲，啥都别想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我有个提议，夏磊哥你也写一个愿望，然后呢，我们每个人从中抽取别人的一个愿望，然后悄悄的去为他实现。如果在这个实现的过程中呢，有人暴露了或者是失败了，就请大家吃一星期的海底捞，怎么样？可以，这小子，这不就是马里头吗？现在大家都同意了，原计划不变，开始吧。耶！有一支专业的盗墓团队，满怀着很大的热情，帮你现场逐帧，将从今天开始一段。这个下一轮，这不是难为我吗？你说你要个充电器、暖宝宝什么的不就行了？还来真的，你让我上哪儿去给你找一个？老姐，小雨，你怎么来这儿了？我坐车来的呀，不然怎么样？开飞机呀？我是说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格瑞尔同志，麻烦你下次发微博的时候，能不能把你的地理位置给关了呢？哎呀，姐，你让我进去吧，我快渴死了。你慢着，你小子不会是连期末考试都逃了吧？啊！我非得给咱妈打电话不行。姐，你就让我进去吧。啊，你就可怜可怜你这唯一的弟弟吧。难道你忍心你的弟弟在外面风餐露宿，忍饥挨饿吗？行，不过让我收留你也行，但是你得帮我小忙。好。来自火星的大姐巴波罗甩掉了2050年前过来的撒西米，然后又爱上了清朝穿越过来的百合子。啊，不过没关系，凭我的3寸不烂之舌，我就不相信月儿的小说可能不用。加油。姐难受你。哎，不准动。你眼睛上什么东西？哎，别动，一会儿再掉。OK 了，来跟姐合几张。那我教你啊。妈呀，这是谁？是你，剪刀，快点，这样，嗯。
好，汪猫，嘟嘴嘟嘴，嘟起来，鼓脸。遮太阳，这样这样，你怎么跟悟空似的？好的，那我再给 PS 几下。早知道不来找你。晚了。我们瑞阳的小说怎么了？写的挺好的呀，简直就是拍案叫绝比早千军嘛。像这么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小说都看不懂，还看不懂是你们的问题好吧？我们瑞阳什么时候还写的不好？可是瑞阳的愿望怎么办呢？人家没有化妆，你不许笑我哦！哇塞，这个萌萌也太正了吧，没化妆都这么萌，难道是丘比特看到我的愿望了？下午四点见。是个好日子，哒哒哒。你是我要见李敏浩？啊，我是。我是李敏浩交作后援会的会长，你叫我会长就行了。好，你好，你好。你怎么称呼？那个方大同。方大同，我还薛凯琪呢。不是，我真的叫方大同啊。小声点，我跟你说啊，要不是看在你是我们后援会第一位男犯的份上，我才不会把这张签名海报转让给你呢。淘宝上都卖断货了，想抢都抢不到。好，是吗？好，你看看这字体，行云流水，力透纸背，苍劲有力，铁化银钩，俊秀中有股灵气，灵气中还透着傲气，傲气中还有股骨气。哎呀，那真是太感谢你了，真的非常感谢，非常感谢啊！没想到我离我爸的魅力这么大，这么快就发展到 gay 圈了呀，这可是个实质性的进步啊！不是，那个，对不起，您搞错了吧？不是我喜欢李敏镐，是我朋友喜欢李敏镐啊。朋友，别不好意思了，我离我爸魅力那么大，本来就应该是男女通杀的嘛。再说姐姐我是腐女，我明白你们那个圈子很不容易的，既要受尽世俗的冷眼，要守护自己的真爱，我懂你的。不是会长，您真搞错了，我真不是你想，哎呦，是我朋友是李敏镐的粉丝，我不是。你不是李敏镐的粉丝啊？你该不会想从我这儿把海报骗走，再到网上高价倒卖吧？我最恨这种骗粉丝钱的黄牛党了。那不是，哎，现在黄牛还真是绝了哈，连装 gay 这招都想得出。不是，哎，会长，不是，我是李敏镐的粉丝。李敏镐身高1.87米，体重70公斤，血型 A 巨蟹座。哎呀，姐，我不去。哎，快点儿！就扔钉子你我。哎，这孩子，就那个。你是？人家就是萌萌了呢。你们学校选美只看照片啊？啊？啊？没事。喂，老王。什么？王主任的三叔公的六姨妈的表妹的侄女生孩子，现在马上回去。好，好，好，我现在马上就回去。嗯。
不好意思，我公司有事，我现在要回去了。这样子啊？啊。萌萌是一个很通情达理的女孩子，你先走吧，拜拜。拜拜拜拜。这天也快黑了，你还是早点回去吧，免得吓到路人。一轮哥哥，出口在那边。哎，你这是要出道吗？怎么就开始练签名了？你这是写的什么呀？这是甲骨文还是火星文？你知道什么呀？这是韩国明星李敏镐的签名，我在模仿。你也好这口？我去！哇！你能不能小点声？我今天不是苗豆豆的 Manito， 他的愿望是要一张李敏镐的签名海报。我一开始是想从淘宝上给他买一张，可惜谁知道断货了竟然。然后我就看到了艾伦的微博，发现李敏镐现在在韩国拍戏，我总不能飞过去管他要一张了，我只好出此下策了。方大同，方大同，你这么聪明，你家人知道吗？哎，不过还真是不错啊，不愧是语文老师，这模仿的越来越像了啊，真是可以。好了，这就是最终版本了。你看看这字体，力透纸背，行云流水呀、啊！真的、啊，可以啊！霸气中透着一股寒气，寒气中透着一股骨气，骨气中又透着一股傲气。啊、哇，真心赞！哎，低调低调。不过你什么时候可以模仿我哥的签名给我开张支票？哎，哎，赵局长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啊，那个女孩叫格瑞尔，对对对对，啊，写的怎么样？啊，是这样是这样，年轻人嘛，咱们应该给她点希望，对吧？既然他们有梦想，咱们一起把实现吧，好不好？赞助的话，我来出就行了，好不好？啊，那行，好嘞好嘞，啊，谢谢哥了啊，谢谢哥了谢谢哥了，给咱一起吃饭。是是是，你好，我是文联的。你今天上午送的那篇文章啊，表妹去哪儿了？我们看了之后觉得还不错，现在想跟您谈谈签约的事儿。啊，你们决定签格瑞尔了？对。太好了，谢谢你啊。好，没关系没关系，谢谢，就先这样。啊，好，好，再见。再见啊。嗯嗯，拜拜。太棒了 ，yes！ 噔噔噔噔，看到没？李敏镐的亲笔签名呀！我的麦念头真是太棒了！哎，让我看看，让我也看看。哇塞！吧太帅了！挺好，挺好。他的梦实现了，我的梦破碎了。你不是邂逅一个美女吗？美女？哦，你就是我的 Manito。嗯。太过分了你！那个叫美女吗？这么粗糙你都可以，太过分了。哎，方大同，你的愿望是什么？我的愿望，报交一个月房租。方大同，你也太精明了，幸好我抽的不是你。那谁是磊哥的 Manito 啊？对呀、啊，磊哥的 Manito 是哪个都在这儿。哥，
这是什么字啊？这个字呀、啊，是咱们甲骨文“梦想”的“梦”字。我们现在都提倡中国梦。早在3000年前，我们的老祖宗在创造这个字的时候，他的愿望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想有一张床，在上面舒舒服服的睡觉。而我们呢，现在已经生活在他们的梦中了。但为了让我们的梦，让子孙后代更长久的延续下去，就需要我们每个人方方面面的去努力了。我相信，只要我们每个人有心中有梦，就不会生活中的挫折和磨难，终究会成为参天大树，为我们的子孙后代营造出一个更加健康的、绿色的、舒适的、持续的、多彩的梦。这就是我的梦想。真棒！伟哥，您这个 man 头，简直就像上帝派来的天使一样，带我们飞向了无边的天际，让我们的灵魂得到了洗礼与升华呀！大同诗意又被激发出来了。姐，什么时候开饭呢？我快饿死了。来，跟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弟弟歌雨儿，他呢今天会在咱们别墅暂住一段时间。大哥大姐们好，我是小雨，是他弟弟。哎，姐姐快去做饭去吧。啊，好好，你想吃什么姐给你做。我想吃猪肉炖粉条子。想多了。小雨怎么这面熟呢？饺子说点啥来？坐起，盖饺子。走在解放路的路上，盖饺子。购物就去三惠商业广场，盖饺子。老外趁家兜里练着太极，盖饺子。天气就是喜怒无常，盖饺子。云台山的游客最多，盖饺子。影视城里很多明星大腕，盖饺子。夏天咱就喝月山啤酒，盖饺子。下区共有六县五区，我的家就住在太行山的怀抱，云台山也不远，半个小时就到。要想野外烧烤，就去青天河，完事回来再去桑拿泡个小澡。中午不行咱就矿山擀面皮，你要真是没有吃饱，那再兑碗饭两碗烩面。想吃野味咱就往西边多走走，不爱的杂巴还有青羊的驴肉。一到夏天市区更是灯红酒绿，这边烧猪鱿鱼，那边烤猪串，外地的游客都在买铁棍山药，据说除了强身健体还能补补肾。先都说真多吧。